唱作歌手王杰文自小在单亲家庭中长大，曾经觉得生命中欠缺的就是一份爱。见到一家人在个沙滩度玩，即系阿爸阿妈有啲仔女咧，即系我会觉得点解人哋屋企好似咁幸福咁嘅？点解我冇嘅？点解即系我从细由细到大冇见过自己亲生阿爸嘅咧？好渴慕爱，但系冇咯。妈妈自杀，杰文嘅生命亦都去到临界点。我就行出个露台，行出露台一望落去，我就好想跳落去。因为那一刻我觉得很痛苦，我问他为什么，就是其实我都其中包括的是我为什么要生存，为什么要带来这个世界。在信仰之中，杰文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更加将自己的生命和经历透过音乐鼓励身边人。我经历痛苦的事情其实没有白费，因为你将你的经历和人分享的时候，你就会令到听的人觉得他不孤单。恩语之声，超越人间的道理，王杰文。